李长，哎，啊，你一站是咧卖啥？哦，顶一站啊，拢咧卖安居专案，我拢咧掠毒品啊。毒品哦，嘿，毒品我麻烦咧。哦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铁器的。咱人若要当社会走跳，做什么代志，都要对得起家己的良心，千万唔通做一挂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咱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千万都唔通食毒甲卖毒。你若落毒品落去啊，你的人生都无忧去啊。兄弟姊妹，听我一句劝，远离毒品，你才有彩色的人生。